哟呵，二娘，哎呀，今天我仔细一看你们这房子才知道，你瞧瞧，啊，这门都快散了，这瓦也不全了，好好的一所宅子，怎么让你们糟践成这样？我明儿高兴，我给这瓦全都揭了，也没你操心的份儿。啊，我不管啊，望月姑娘呢？哼，望月姑娘飞了。飞了。望月，望月，你喊什么呀？他不在。我喊望月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他说你飞了，看来你着陆了。曾几何时，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我出人头地了，就能再来找你。你说什么？所以我来了。那你出人头地了？不是说你人头落地吧？以前我是个乞丐，叫花子。你现在不也是叫花子吗？你看我原来脏兮兮的，跟个驴打滚似的。现在我可以郑重的通知你们，我可以洗澡了。啊，就我这模样，我这个长相，洗干净了，那也是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啊！你风流倜傥啊？你还躺地呢？你还。刚吃根黄瓜，我要是吐出来，我觉得怪可惜的。怕吐你就闭嘴！你瞧这莎莎姑娘都冲我乐呢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红柳，你不知道啊，她在这冲你乐吗？她要哭啊！要哭？哟，莎莎姑娘啊，她准娘啊！哎，莎莎姑娘，你看你那个意思，我这个意思，咱们俩人这个意思，没意思。没意思，别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咱们也得弄出点意思来。不要，干嘛呀你？你还没听明白呀？啊，莎莎姑娘没那意思。走吧。不走。你走走。不走。你要再不走，我报官，我告诉你。报官？对。好啊，我就是官儿，报吧。看看，这个认识吗？官帽。这个。官印，哼，告诉你们，现在咱们如意镇的知县，那就是我了。方圆四百里，3600多口人，都归我管。现在还是你，如假包换，你用不用再考虑考虑？我不用考虑。哎，别不用考虑呀，你都做县太爷了，啊，那就不用在我这费劲了，是不是？你走吧。哎，望月，你等等。你多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吧啊！哎，望月，望月，别走啊！望月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老爷升堂，什么升堂啊？不升堂！老爷不升堂！哎呀，不升堂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去吧，哎，高哥，你实在是高啊，高不可攀，高高高什么呀？赶紧去，去呀、啊！哎呦，这是要干什么去呀、啊？去闹去，闹啊，闹！哎，二啊，哎，这又要弄谁呀、啊？烧鸡，哦，烧鸡去。哎哎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我找旺财去。哎呀，哎呦，啊，您别啊，您不是就是要找烧鸡吗？啊，这儿就有啊。有，不光有烧鸡、啊、还有烧酒、啊、烧麦、烧饼、哎、烧肉，咱来个烧子全席。哎呀，那我就吃完再走吧、哎、您吃完再走。您先进。哎呀，哎，看见了吗？好多的土豆，人家都说啊，这是个偏方，你真能吃够108个，不光治病，听说还能撑着呢。哎，大哥，哎，谢谢你这几天总来看我。哎呀，你说这就远了，挖土豆又不累，而且啊，这是您给我抓药的钱。抓药还能挣这么多钱？好啊。天天这么抓，我就发了财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看你挺不容易的。我容易不容易，我自己心里知道。
我累点我不怕，我穷点我也不怕，不自己卖力气吃饭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我可不跟什么红六他们似的。红六他刚才过来告诉我。当官有什么了不起？有这么句话说吗？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娶万马流水。哟呵，回来了、啊！你这怎么了？这是你干嘛呀？嘿，遭了瘟的狗给咬了。哎哎，这干嘛呀？你这生这么大气！我警告你，我最讨厌别人拿着银子在我跟前晃，显得我多没钱似的。废话，你本来就没钱，怎么了这么大气性？你哪儿的钱？我自己挣的。下棋去了？你看见了？也就会这个，除了下棋，你还会点别的吗？啊，那牛似的吃这么些个，你得挤点奶们瞧瞧。人老头摆其他容易吗？遇见你这么一个逆子，禽兽不如。行行，别说别说，怎么了？哪儿你哪儿受气了？回来拿我们撒气啊！着吗？管着吗？你说说，我就不高兴，受谁气了？不说。你先，你我银子你都扔了，你不说？你疯了？你有的是钱是吧？你扔它干嘛？你有病啊！我的姑奶奶啊！谁扔的呀？快找找吧！找啊！我知你扔哪儿了？嘎噔一下子，你看这事闹的。听见没有？小姐说了，给你馒头，来拿着，赶紧走，来，走了。拿我金饭碗还给我，赶紧。什么金饭碗呀、啊？你别跟这胡说行吗？那可是皇上赐给我爷的金饭碗，赶紧还给我、啊、你们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就你这样还金饭碗呢？你要我金饭碗，你今天你能要饭吗？哎，拿了我东西不还，不还我金饭碗，我和你们拼了！怎么着？疯了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推出去，信不信？你推，走不走？你推！哎呀！你怎么着？哎，起来，别跟这儿吃饭了，赶紧起来！听见没有？信你了？啊？我的诊断是，他死了。啊？这么无精打呀？不会吧？死了？起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不带这么碰瓷儿的，哎。走，我进来。捕快搜屋，仵作验尸。红六，你来干嘛呀？你干嘛来了？办案。你办办你自己吧。呀呵，但是重的是。好，哈哈哈，看见了吗？赃物在此。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我这个莎莎姑娘，你可得想清楚了啊！这个金碗能在你这屋里找着，我也能让它在我那儿消失，这个事情可大可小，就看你的意思了啊！朋友啊，哎，你济世救民学不会，栽赃陷害你学得倒挺快的。哎，胆大刁民，盗抢财物，殴打他人致死，还藐视本官，这还了得？左右，给我拿下！回来，良心让狗吃了是不是？良心，好吧，本官宽宏大量，体恤百姓，而且你慢着。而且赃物只找着一半，这样吧，放过你们了。可有一节，你后院的房屋完全要充公，如意楼查封，此二人即日起逐出如意镇。走。红六，这不行，这使不得。红六，这房子不能充公，我们不能离开这儿。红六，别争了，咱们走吧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别乐了，咱们这不行，咱去哪儿啊？这个走。我想哭来着，可是我。乐呀！你别乐了。最
后给你们个机会。给我疯！明月恩怨分明，有仇必报。自己好好想想，看你们到底能坚持多久。来呀，收队回衙。你。我呀，今生今世也不打算再见着他。人家是谁？人家有房子有地，人家像个女财主的，我干嘛吃的一个穷小子，还带着一个缺心眼的傻财神。嘿，什么叫带着你？就咱说清楚啊，你是拖累着，知道吗？想发财了吗？ 我再要是见他的话，就让地沟吃了我，就是掉地沟里头。反正我再也不见望月沙了啊。我没说别的，我哎，二娘呀，小山，怎么了？这是怒火攻心，昏过去了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，是吗？你看人家生气多安静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怎么回事啊？那红六啊！哎呀，我来啊，看我的，兄弟，你行吗？哎呀，你把那个"行"字去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他这玩意儿我吃过，哎呀，巨咸无比！我跟你说，嘿。这个搁凉水里涮完了，剁碎了能拌面吃，好着呢。你这废话不够你说的啊，就嫌你呢是吗？哎，你有事没事？你该干嘛干嘛去，走。你千万别啊，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，我这只是吃饭呢。你怎么了？烙烧饼有什么出息？好熟悉的味道啊！煎饼，你啊，摊一套摊一套，你瞧瞧有名的人。哎呀！嘿，来吧，哎，来你呢，哎，好，来，哎呦，嚯，啊，哎呀，啊，我吃完再给钱，啊，先吃，啊，先尝好，先尝，哎，哎呀，啊，那，哎，呵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是你这也叫煎饼啊？啊，你媳妇是不是把这个卖盐的打死了？啊，什么话？这什么味儿？这是真是我弄的不对啊！这是我来吧？哼，你看看，哼，你看咱这个，哎，来走着。哎，你瞧有明白人？明白人呐！告诉你，这个呀，干了好几十年了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？熊二要的，哎，床是吧？对，屋里，坐，快点。难道你床给人钱呢？闭嘴，你着什么急的？你这是不是到时候出来那就给钱，你给钱想办法不给钱。有厂长，我先拿人多少钱狮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你知道吗？跟琼二这么住在一块儿吧，也不是个事儿。阿娘没事的，还说没事，你看你都笑成那样了。哎，这屋漏吧，还偏逢连夜雨，倒霉事扎堆儿。可是话也说回来了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说咱穷二穷吧，真够炸，就得学穷二这种没心没肺的精神。古人云：“没心者是福，没肺者长寿呀。”真哭了，弄好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不错，都好了，是真款式啊！结账吧啊！好，不错，啊，不错，结账。没有钱，那给打个条吧。你这太聪明了哈！他怎么知道把条都写好了？不，你早有准备你。而且我写条一式两份，一个给本家，我自个儿还留个底儿。是，对，走吧，早点还啊！哎，好，早点歇着啊！哎，早点歇着。哎呀，这是个乐趣。
你差人这么些钱，你什么时候还呢？你看，你看咱这人办事多规矩啊！光规矩就有这个钱呢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行啊，不错。这两个剑刀，这我心里想笑又哭，哭了又想笑，你说怎么办？不哭，咱不哭，快，咱们进去看看去。走，不哭。你先把钱还给人家吧。闭嘴，少说话。真是心宽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哟呵，豆子，二娘，二娘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给你们买的，我那床太豪华，你睡不了。你这是吹大气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破费了。哎呀，胖子，你干嘛？这，挂一绳，挂一绳子，晚上把衣服挂在上面当帘使。哎，这玩意儿起夜留神啊，别把自个儿累死。哎，要不起夜就得憋死。我跟珊珊都缝好了这个了。哎呀，什么呀？这是窗帘、门帘、门窗帘，这挂在这儿。对对对，啊！哎呀，你看这多好啊！行了，那咱出来吧，没大事。哎呀，走吧。什么？看看这个吧。不是，这你看，这记着啊，这给你提醒，我记着，给你提醒，知道吗？我又不还钱，你还。你主要看这个，知道吗？这什么？天生我材。哎呀，段子，谢谢你啊。缘分呢？这。三二春打六二八，你这算什么呢？你这我现在算了三遍，我出来四个数字。哦，你看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你不识数呗。有这个可能啊？干嘛有可能啊？你算算，这是还用算吗？这一看，咱现在差人57文啊，差。所以说你得往心里去啊。我往心里去干嘛？你别跟没事人似的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想着还人钱？你还？不是你还？你还差我300多两银子呢。行了，这老提钱有意思吗？那废话，上次那个救济穷人那个啊，那钱你还好意思往回要啊？这不结实。哎呀，长此以往，这可不是事儿。可不是事儿。我认为啊，冷静的思考一下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有事。怎么了？你天生我材必有用啊！哎呀，你这有用了，太有用了！我再试试啊。怎么样？晕晕气。这一大锭银子，你说上回你那锭，啊，这上回你那锭没错，我扔的那个，你这用你牙印儿的是？就和你赶紧还人钱去吧，有钱。也不够，再一个了，钱你得拿它生钱，这不就你生的钱吗？那个是，我把它卖了，是不是就有钱了？这就是钱，你还卖它干嘛？拿它变钱，我得做生意，干点什么？挣点什么啊，然后我们可以还债。对，还债我们就可以过上很幸福的生活。行行行。熊二，熊二呗。找谁呀？我们是债主。债。熊二呢？熊二呢？要账的是吧？哎，欠条倒是能对上啊。啊，这没用啊，这我这没钱拿什么还您呢？没钱过两天。再容两天。哎，简单甭废话，搬东西。搬东西。哦，不，你先来。搬东西。您看这还有什么可搬的吗？你要有搬的您就搬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来哥。正找你呢。找我呀。啊，看看你们两位谁呀？我们是债主。债主。哦，是。我谢谢吧。谢谢吧。这是不要了，这是。哎，不要不行。怎么办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是应该的，我懂。问题是现在没钱，没钱，没，实在没办法。这什么？你要吗？啊，你要吗？这你看你又不要，不要紧的，我想办法，我马上就有办法，我有了钱，马上给你送家去，好不好？是吗？你看，回家等着去。谁先走，我挣了钱先给谁送家去。快，等着家走，快，还等雷呢，快去，快走。这个智商还放高利贷，这都跟你似的缺心眼的，都是。没你这么放。幸亏你回来了，春哥哥，哎，这是怎么办？别着急，你先乐的是着急呢吗？这个乐得很灿烂。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我有的是办法啊。你拿刀干嘛？你这刚才有事儿，你扔着，有什么主意啊？跟我出去挣钱。哦，你还能挣钱呢，把这拿起来。
啊，拿你拿起来，你给搁了我手上，这不折腾人吗？你这你拿不就完了吗？我拿着拿，走吧，走啊，走吧，走啊！我知道上哪儿去？我跟你，你头走，我跟他打一招呼。什么招呼？这天天见面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小心啊！哎，谢谢，小心啊！哎呀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回来就好了。哎，哎，这别动，多脏啊！你出去几天就弄这玩意儿？这玩意儿，你这费多大劲？好，我翻山越岭，越岭翻山的，破烂儿啊！这闭嘴，闭嘴！杀人啦！打人啦！杀人啦！哎呀，各位瞧瞧吧，哎，要活着买爱了。要活着买了我这布大件儿了吧？哎，瞧瞧这块布，看看这个色儿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窟窿眼儿，这是什么色儿啊？让开，让开，让个吧！让开，让让，快，走！哎，我卖布头，我碍你什么事儿了？在这儿卖布，经过我允许了吗？你，打个雷劈死他！行了，二位说相声呢，没钱赏你们，来把这东西没收了。敢？谁敢动我的东西？你就拿走吧，拿走，走，哎呀，走。哎呀，这太缺德了，这帮啊！可惜呀、啊，我翻了十座山，八条河，路过九妖十八洞啊！干嘛取经去了你？取什么经去？我是买布头去了，我那是。至于这么费劲吗？哎呦喂，倒霉就倒你身上喽！你怨我呀？你这个衰神呢、啊、你呀、啊！我倒了霉了，我还衰神我？哎，嗯，想个办法吧。是，走。禁止本镇所有人等雇佣此二人。哎，这个很像我的这个玉树临风、冰肌雪骨。此二人失守财物，不得行。哎，你看这特别丑的这个，跟你似的啊！我说你都这样了，还包贬我这模样呢？你自作乐呗。你们回来喽！焦哥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您上哪儿去了？进山打猎去了。哦，打了什么了？兔子。兔子。后来还遇见狼呢。啊！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，赶快站起来，哎，坐下歇会儿吧。哎，来来，哎，快坐下歇会儿。哎呦喂，哎呦哎呦。啊！这不是狗尿胎吗？这兔子呢？那兔子不让狼吃了吗？这说是摘苹果去，结果采蘑菇去了。弄这玩意儿怎么吃啊？你说。煮着吃啊，煮着锅呢，锅都让债主子拿走了，那怕什么呢？这，哎，你别碰了，这些蘑菇花花绿绿的，有毒的。什么？这能毒死人？来，你来俩尝尝。干嘛？你是谁？你死不了。我死得了，一吃就死。你死又还死？你废话，你看，啊、哎，苹果、啊，嗯，哎。嘿嘿，不是采蘑菇，哪来苹果呢？你这事闹的，可能是这个苹果熟透了，掉在地上，这里边说明这个毒，一新的。行，什么道理？咱们就先吃。你们这眼睛都能杀人呢？啊，这里有事儿，这里头。我出去晒太阳。这么晚有太阳吗？晒太阳和月亮啊！
跟你们去晒太阳。怎么都出来了？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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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进来，进来。你苹果呢？让他出去。哎，把门关上。睡觉吧。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嗯，睡觉啊。睡觉。大哥，没事，没事，我睡觉了。睡觉。可惜了吧，我还不如昨天吃的呢。怎么样，回心转意了吗？那就跟我走吧。你首先要答应我，不许破坏琼儿他们。哪有什么难的呀，只要咱们俩成了亲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呀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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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来了啊！大苹果，哇、哦哎，这这么些苹果，哪儿来的这是？这昨天不是扔出一苹果吗？啊，他们家亲戚来报仇来了，我都给他逮着了。真有功夫，拔草吃了他们。莎莎呢？哎，莎莎呢？嗯，刚才上在呢。就是可能出去了。来吃，来吃吃一个，来来来，偷了我的苹果吃，还给我留下个欠条啊！哎呀，事儿是我干的。他负责这个事哦，这是财神啊，我是财神啊，您是财神啊，财神吃了我的苹果还骗我哈，关我钱，我是财神，但是现在没钱啊，这样吧，这个你们先聊着啊，我去找莎莎啊，别你把这事儿了了，哦，哎我管我钱，他现在没有，他是没有，现在没钱，我吃苹果是可以给你，我肯定要给钱，财神是，哎，我有钱我肯定给你，怎么苹果就拿走了？你们怎么不相信啊？他是财神，他现在没有钱。你说话，说话，我的娘！哎呀，熊二，我跟你没完！快来，放我下来！来，放我下来！哎，我打死你，你信吗？下来，都是因为我，这次我就对了。这俩人怎么不好好说话呢？这，他去投靠红六。啊，你，小姐。你就是这投靠红柳了，对，我是去投靠红柳了，我去了，大家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大家不就不用睡地上了，也不用啊进山打兔子了，啊，也不用啊也不用被人封杀了，我走了啊，大家都好了是不是？我呸！我啐死你！我啊，我告诉你。我有能力把房子给你追回来，我能给你治好病，我能让一切都好起来，我什么都行，我是万能的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可是你就等不了了，可是你就坚持不住了，可是你就找红六去了，你我没有，我心疼你们，心疼你们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用你心疼。我这样都活了好几千天了，我觉得这样好着呢，知道吗？我愿意。你怎么就不听话了你啊？你胡说！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啊，我一定会让你有回光返照的那天啊！谁要死啊？什么？这瞎掺和什么？就是那个什么彩，是看见什么什么云彩是太阳彩虹啊？就那个时候，莎莎，你要咱再敢那样。我盯死我！咱不怕你提死你。
生这一块。种苹果的啊给绑走了。哎呦，还不回来？一会儿天黑了，我出去迎迎他去啊！啊，不哭不哭不哭，嗯嗯，好看着呢，好看着，好看。你看这高兴的，哎呀，哎，行了。哎呦，哎哎，我可把你盼回来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你去去去去去，哎，不乐意了。哎，哦，他们骂你了。他骂我，他们打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们几个人一块儿打我，他们把我吊起来打，知道吗？他们把我吊到苹果树上打我呀！啊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财神，我是神仙，我神你个神！我现在让你帮凡人把我吊起来打，我跟着你我。我吃苦，我受累，你差人钱我替你还，我还睡地下，我还吃毒蘑菇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啊！你说话呀、啊！你说，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你来，你说几句我听听。你以为我愿意让你来？今天要是我挨打的话，那杀杀就得人抢走，抢走就清净了。我跟你说，倒霉就倒霉他身上了。你这是人话吗？我大嘴巴抽你啊！哎。你这么跟我说，你为他这么跟我说话是吧？对，我这吃苦受累，我跟着你，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一重色轻友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去你的吧！哎，我愿意你这样，你成心，你犯贱，活该！哎，你走啊！你不累咱你走啊！嘿，我以为我不敢走是吗？非呀、啊！你想上哪儿上哪儿，我这就走，走吧！我走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走，我就不伺候你了。走，你穷一辈子去！我乐意啊！我乐意，我穷我乐意，走，走。心里还